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 克邦特派员嘟嘟。年底到了，发现很多人都在做年度的回顾，那么身为一个游戏实况组，我当然也要来跟风一下哦。不过呢，先让我来工商一下，我平常都是在这边开播，还有我的脸书跟 IG， 大家赶快追踪起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游戏的部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2021年游戏中有哪些最 NG 的行为吧。好的，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就先来问问看大家有没有看过不久之前的 Google 游戏直播呢？ NG 行为第十名，现实生活中遇到糖分仔已经够委屈了，到游戏呢还是躲不掉。像是神魔之塔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？那些为了打工会任务，只想打最低标准，我真的是打野猫咪，对团队毫无贡献。这些人绝对要避免共鸣，只共鸣。NG 行为第九名。low 呢打排位赛，你们知道排位赛很重要吧？尤其是你在打 BO 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他十五分钟，他明明就他自己打不好，然后我只是讲几句，然后他就给我挂机，这种行为也是绝对不可取。NG 行为第八妈妈，摆烂的理由也很多，选不到喜欢的角色，然后在那边给我送头，然后不然就是泡在温泉里面。最扯的是还说什么手机太慢，网络不稳，还硬要玩。但玩个游戏还在抱怨手机太慢，网速不稳。别再当个摆烂仔，有了 Google Pixel 6 Pro 让你 carry 全场。 Google Pixel 6 Pro 是速度最快最聪明的 Pixel 手机，为什么这么 carry？ 因为搭载了 Google 专属处理器，全新设计效能更强大，现在还可以搭配台湾大哥大 5G 指定专案，月付999手机零元起带回家，享受高速飙网，再送你 My Video 豪华月租12个月免费爽看一年，三个月免费听 My Music， 再送你唱完 GeForce Now 一个月，还有超多优惠，还不赶快换起来 ！NG 行为的第七名，这行为真的很不 OK， 整个人会哑起来，尤其是你刚好要赢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中离，我们要胜利嘞，大哥，你去哪啊？最的是刚进去的时候就跟你说，十分钟要出去哦 ，Hello， 那你干嘛进来啊 ？NG 行为的第六名。像 LOL 新角出的时候，你就拿来打排位赛，你们要练脚，你就打 NG 场就好了。你们真以为你们像电竞选手一样打几场啊就会 fail 是不是啊？没安内啦，鬼刚哎，冲啦 ！NG 行为第五名，自干仔就是非常喜欢一进去就跟我秒锁角色 ，PUBG 也是，你就要跳在同一个点，你就自己跳一个点。好，如果你很强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但是呢，你很烂，然后你又不承认，又要自干，我真的是，你有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？你没有啊 ！NG 行为第四，我们来最经典的就是 LOL， 大家在打团战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下面吃兵，而且你吃兵，你吃兵数还输人家，你在那边吃什么意思的？你干脆去打单机游戏就算了。回刚哎，冲啊 ！NG 行为第三名。像我在吃鸡的时候就遇到很多次，我每次都杀死人家，然后我一个包都拿不到，我队友总是冲第一，是填好填满。啊，我在打吃鸡，啊你在那给我搞飞机，我真的是。NG 行为第二名。我跟你说，游戏玩得不好可以练，但是呢，嘴真的是五常哎。啊，人家只是不小心打错一个东西，你也要嘴啊；走位错，你也要嘴啊；不听空，你也要嘴。到底还要嘴什么？都给你嘴就好啦，讲得比做的还要厉害呢。我看你的成绩，不练了，回刚哎，冲啊 ！NG 行为第一名。像吃鸡的时候，如果队友被打或者是陷入危机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去支援，他就会说：“你过来干嘛？不过来帮我？”如果呢，你好心一点要过去帮他，但是你不小心死掉了，他就说：“干嘛过来送死啊？”啊，都给你讲就好啊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我真是黑人问号。大家还好吗？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也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。还是你们有遇到什么更 NG 的行为吗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那最后呢，希望大家玩游戏都可以好好爽爽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雷队友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